到美综合报道，全台昨深夜地震，花莲震度达7级，造成不少大楼倒塌及民众伤亡。中国演员黄晓明今早看到新闻，一起两年前台南维冠大楼地震倒塌，发文祈福说祈祷别再震了，希望救援顺利，大家平安。黄晓明今在微博写道，我记得也是两年前的这时候，台湾6.7级地震，祈祷别再震了，希望救援顺利，大家平安。老婆 Angelababy 也关心台湾地震灾情，大喊愿大家平安。据中时电子报报道，王晓明两年前看到台南维冠大楼灾情严重，曾透过工作室快海解囊捐助100美元人民币，约台币500元。王晓明发文祈祷，翻社和黄晓明微博，黄晓明 UANGELABABY 做一早发文关心台湾灾情，翻社和黄晓明微博，黄晓明两年前曾慷慨解囊，翻社自黄晓明微博。